因为所以我就认为你招待客户，你也吃了，你也玩了，所以的话呢，你自己消费的那一块呢是不能抵税的，那只有50%。再就是保险费用、卡牌费、注册费、系统费、会员费等，办公用具、办公室租金或者是家庭办公室的费用，这两个呢只能够选一个可以抵税的。OK，还有法律费用、工资费用、旅行费用，这个旅行费用呢？只能够是与生意相关的啊，如果你是自己跟家里人去旅行，这个肯定是不能够抵税的。电话费，一般如果你只有一部电话的话呢，那这个电话费你要按比例来分摊。邮寄费用，还有医疗保险，你如果是一个自雇人士的话，你个人或者你的家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费用呢，也是可以抵税的。还有用车的费用。第二类呢，我们说。是可以每年提取折旧的科目，就是不是当年一次性都能抵税的。那什么是折旧呢？折旧说的是税务局不允许你将购买大件资产的费用呢，在发生的当年一次性的作为费用抵税，它只允许纳税人按照税务局规定的比例逐年摊销，这个就叫折旧。那折旧呢，按照税务局的规定呢，它会有一个最上限。按照不同的类别呢，上限是不一样的。比较常见的呢是下面这些内容哈，房屋如果是 residential，折旧率是4%；如果是 commercial 的，折旧率是6%。家具、电器、工具、复印传真机是20%；电脑设备、系统软件、数据处理系统等是55%；汽车是30%；应用软件、小工具就是低于500块钱小工具，那是。当年100%都可以摊销的，可以折旧的。OK，2018年，从2018年11月20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呢，那财政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呢，第一年可以加速折旧。那这第一年可以折旧的呢，比例呢，财政部允许在这个期间呢，是正常的折旧率的，折旧的额度的150%。好，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折旧是怎么抵税的了哈。譬如说，Mary 是一个地产经纪，她2019年呢新买了一台 BMW，这个 BMW 呢价格是8万块钱买的，那她呢有80%的这个用车呢是用于生意的，那我们看看她汽车每年可以折旧多少。2019年是她买车的这一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加速折旧的方法，第一年，那怎么折呢？3万块钱，就是车子税务局有明确的规定，不管车子是多少价买的，封顶了折旧的起点就是3万，所以他这个8万的车也只能从3万开始折，3万块钱乘以车子的折旧率30%，再乘以刚才说了正常的折旧率。的150，现在是，所以再乘150，然后再乘以它有80%是用于生意的。好，把这几个数乘在一起以后呢，得出它第一年可以折旧的最大的额度是10,800块钱。那2020年呢，就用他车子的这个3万块钱最初的折旧的这个原值，减掉第一年已经折过的，再乘以汽车的折旧率30%，再乘以用于生意的这个。用于生意的这个百分比80%，所以第二年呢可以折掉46,000多块钱。那第三年呢，同样的方法，3万减掉前2年折过的，乘以30%，乘以80%，所以能够折掉3,500多块钱。所以折旧的曲线呢是第一年很高，然后呢逐年往下减少的。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两个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啊。这个费用里面来抵扣的比较复杂的，一个是家庭办公室怎么抵税？这个家庭办公室，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在外面已经租了一个办公室了，在那里见客人，一般家庭办公室呢就不能够抵税了。税务局是明文规定，家庭办公室要抵税呢，必须是你经常在家里见客人的，必须要经常在家里见客人哈。那怎么抵呢？先。你要找出你用于家庭办公室的面积是多大，
比如说300尺，然后再除以你家里的总面积，比如说3000尺，就得出一个比例是 10%。那用这个10%呢，再乘以你家里所有的这些开销，比如说地税、房屋贷款利息、水电气、煤气、房屋保险、房屋的修理费等等。这个乘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可以放在你的税表里面抵税的家庭办公室的这个费用。我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为了抵税而去对你的房屋本身做折旧，这样的话呢，会影响你今后卖房的时候你的主要住宅的免税地位。还有，如果你对房屋进行了重大的装修，譬如说你把整个的房子全部装了一遍，或者把整个屋顶都换了，或者把整个地板都换了，这个呢是属于房屋的一部分，这个装修的费用呢，你也不能够把它乘以一个百分比放到家庭办公室里面去抵税，这是家庭办公室。啊，汽车费用怎么抵税？我们首先呢，一定要记一个行车记录，行车记录。这个行车记录怎么记呢？你今天开着车啊去带客人看房子呢，跑了100公里，明天又去带另外一个客人看房子，跑了200公里。你把这个用于生意的里程数，一年拿个本子记下来，然后到一年结束以后呢，把它加总，看是多少里程数。譬如说，你这一年加总为了生意跑了10000公里，然后你这个车呢，一年总里程数是20000公里，那你就得出一个百分比，50%。那用这个50%的百分比呢，乘以你的所有汽车相关的开支，比如说汽车贷款利息、汽车租赁费用或者是折旧、汽车保险、油费、修理费、牌照费、停车费，还有高速公路费用等等，这样乘出的这个比例呢是可以抵税的。那至于说到底你汽车有多少是用于生意的呢？这个一般呢就是我的经验值啊，以前被有客人被查过税的，一般来说控制在80%以内呢，可能税务局会更加容易接受一点。这是汽车是怎么抵税的啊？那下面一个问题呢，也是与车相关的，到底是我们地产经纪到底是租车好呢，还是贷款买车好？我们从抵税的额度来看，贷款买车它有两个地方是可以抵税，一个是车子本身的折旧，不管你多贵的车，封顶就是30000，折旧的起点刚才讲过了哈。那如果你的车只有25000，那当然起点就是25000了，对吧？第二个呢是，如果这车子是你贷款买车的，还有利息支出，那么利息封顶是每个月最多300块钱。贷款买车是这样抵税哈。那租车呢，就是我们说的 lease 车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在 lease 车的情况下呢，最多呢可以抵税的呢是800加税。如果你是没有 HST 的话，申报的话是800加税。好，从抵税的角度，贷款买车跟租车同一部车，他们应该是在整个车子的这个，在整个的这车子的使用的这几年过程中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税务局都已经给你算好了，你不管用哪种方式呢，一般情况下抵税的总额度都差不多，它不会让你吃亏，也不会占便宜。Okay。 除了这个抵税以外呢，你还要考虑的其他的因素，包括你贷款买车的利率高还是租车利率高，那你肯定选利率低的那个。从省钱的角度呢，那肯定是贷款买车要比租车更合算，因为租车你一个历史就是3年4年，你把车子最好的这一段开走了以后，你就把它还给车行了啊。这样的话呢，算到平均每年的使用的花的钱来说的话呢，那应该是租车是更贵的，是比贷款买车更贵的。再一个，从车子价值的贬损来说的话呢，那应该是贷款买车风险更大。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是lease车的话，这个车子不是你的，它是属于车行的，如果因为发生车祸对这车子的价值造成了贬损，
你把车还给车行就行了，啊，车行不会找你的麻烦，说要你赔这个价值贬损，你要赔这个钱。但是如果你是贷款买车的话，这个车子是你的。如果你有一天要把这个车子卖掉的时候，如果你卖到车行，车行能够，他能够查到你这个车子如果出过重大的车祸，对你的车子造成价值的贬损的话，那车行会要找你压价，他会要你把这个车祸，哪个车子造成车子贬损的这个价值由你来承担，他会给你的钱更少。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是个开车，不是特别小心的人，容易出车祸的话呢，我们强烈建议你呢，还是租车，也就是 lease 车会更合适。最后一点呢，就是看个人对新车的喜好了。像有的人比较喜欢开新车，那你简单一点，就是 lease 车，3年4年开完了以后呢，就还回车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再换一部新的。所以呢，到底是租车呢，还是买车，这个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每个人他的选择可能都是会不一样的。好，那个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讲一下消费税 HST。这个 HST 呢，全称呢是 Harmonized Sales Tax，它呢是将联邦税和省税合在一起向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征收的一个税种。那安省呢，在2010年呢，它是将联邦税跟省税合并了，目前的税率呢是统一是13% HST。好，我们注意呢，这个HST 呢是向最终消费者征收的，OK，所以我们作为地产经纪，我们是商家，我们在经营过程中间付出的 HST，我们是可以拿回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有义务呢向我们的消费者，也向我们的客户呢收取 HST，因为我们是商家，是中间商，这么个概念，OK。好，那税务局呢，又将所有的货物跟服务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应该纳税的，这一类呢是商家要向消费者收取13%的 HST，同时商家在经营活动中支付的 HST，我们叫 ITC，是可以拿回来的。举个例子说，在这个地产行业哈，一个开发商他出售了一栋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是要收 HST 的，所以呢，他向买家收取了13万的 HST。OK，那他在建筑成本中付出了8万的 HST 是可以拿回来的，所以一年他如果只有这两笔交易的话，那13万他收的减掉8万他付出的这两个的差额就是5万块钱，他就应该上交给税务局。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免 HST 的。他说呢，商家不用收 HST，同时商家在经营活动中支付的 HST 呢，也不能够拿回来，它只能作为费用抵减所得税。这种在我们的房地产相关的交易中最常见的就是 condo 这种 house condo 的出租，长期的出租。譬如说，一个房东他把一个 condo 给一个房客常住，租了一个一年，签了一个一年的 lease。那他从房客那里收到一年的租金12000块钱，这个租金呢是免 HST 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东在房屋维护成本中支出的 HST 呢，就作为费用在报所得税的时候呢抵税了，他不能够单独向税务局把他付出的 HST 拿回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我们说它是零税率的，也就是说商家他向消费者要收的是零。同时，商家在经营活动中付出的 HST 呢，可以拿回来。那么这一类大家可以看出来是政府最扶持鼓励的行业，譬如说出口，譬如说农产品、畜产品、处方药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好，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地产经纪，到底应该怎样申报 HST 呢？我们说，当你在收到佣金的时候，卖家呢会给你额外付一个13%的 HST，那这个 HST 呢只是你代税务局收取的，不
不属于你所有。我们说这个数字是 A。那在你过程做生意的过程中呢，你的支付的费用中呢，也有很多都是你额外付了一个13%的 HST 的，这个呢是你最终可以拿回来的。譬如说你去做广告要付3%的 HST，你考牌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费用也有3%的 HST，这些是你可以拿回来的。照你一年结束以后，你报税的时候你要报两个东西，一个呢是你自雇的收入，这个呢是你的所得税的申报，我们说叫 T1。同时呢，你还要申报 HST。在报 HST 的时候，如果 A 减掉 B 是一个正数，你就要将差额缴到税务局去。如果 A 减 B 是一个负数呢，税务局呢要给你退钱。还有一点关于 HST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你上一年的 HST 的应付金额超过3000加币，那下一年呢，你要主动的向税务局提交预扣税，分季度提交，每一个季度呢要交的钱呢是上一年应纳税款的1/4。如果你晚交的话呢，税务局会要找你收利息。OK，这是消费税。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谈一下。refer 费和 rebate，大家应该知道，refer 费呢是推荐费。举个例子说，你有一个朋友给你推荐了一个客户，他找你买了一个豪宅，然后你给这个朋友呢10000块钱作为感谢，这个呢就是 refer 费。那这个 refer 费呢，你是可以作为费用抵税的。那接受的这个人呢，因为他是赚得的钱，他是要作为收入纳税的。实际上，它这也是一个自雇的收入。OK，这个 refer 费呢，不能说给的现金，你必须给支票走账，而且呢，你最好呢给那个拿 refer 费的人呢开一个 T4A。OK，这是 refer 费。那 refer 费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哈，我们比较有争议的是 rebate。在我们不同的会计师讲座的时候呢，对这个 rebate 怎么处理呢？那每个会计师讲法可能都会有些不一样。OK，而且每个地产公司的做法也不一样。我知道有的地产公司就是这个 rebate 呢，由公司直接就把 rebate 开给客户了，然后呢给客户呢再开一个 T4A，要客户上税。那这个呢，我认为这种做法呢是不对的哈。我待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不对，我的证据在哪里哈。那这个 rebate 在我认为呢，地产经纪是可以作为费用抵税的。客户呢不用当做收入来上税，那怎么办呢？不当收入上税，这笔钱怎么办？那卖房的时候呢，客户因为拿到了这个 rebate，他房屋的成本就相应的降低。如果这个房子是投资房的话，那他的资本增值部分就增加。好，举个例子，客人买了一个200万的房子，他这个房子是投资的，你给了他20000块钱的 rebate。那这个房屋，客人的房屋的成本就要降到198万。等到今后他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呢，计算资本增值的时候，那他的资本增值就多了20000块钱。所以 rebate 在客人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作用的。那对于经纪来说呢，rebate 呢是可以作为费用来抵税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说 rebate 是这样一个处理哈。我这里还有两张 slide 呢，是2012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叫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rnst & Young，他们特意给税务局的 Ruling Department。税务局的 Ruling Department 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如果纳税人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税务问题，你找不到，你通过正常的途径找不到答案，你可以帮他写一个信，你可以。要他们来给你一个税务局的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那么有时候呢，这个 ruling 呢是要花钱的，有时候是可以不花钱的。我现在这个两个截屏就是从 Ernst Young 他们找税务局2012年拿的 ruling 里面得出来的啊，拿出来的这个截出来的这个两段话哈。我们看看第一段话，它是对地产经纪的，他说地产经纪可以作为 deductible expense，OK。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 deductible expense 呢？他说，the payment will generally be deductible if it i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or producing income from a business. OK， 所以呢，它呢，如果你是为了挣得这个生意收入而发生的这个支付的这个金额呢，是可以抵税的 ，OK， 是可以抵税的。那下面呢，还说了这么一段话，第二段话哈。那么他说这个地产经纪呢，要展示这个 rebate 呢，能够呢帮助他来赚取这个收益，譬如说可以增加他的销售额等等。OK， 下面还讲了一句，说处决于这个情况啊，不同的环境。那么如果说你这个 rebate 付给了你的关联人，看到没有 ？Non-arms length purchaser， 你的关联方的购买者，譬如说你的家庭成员，那这个 rebate 呢，可能是不让抵税的。他有这么说哈。那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在我看来哈，如果说举个例子，地产经纪，你帮与你不相关的人买房子，你都是给的 1% 的 rebate， 那你给你们家的亲戚，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甚至你自己买房子的时候，那我肯定也要会按照 1% 同样的比例来给 rebate， 因为这个你一视同仁，对谁都是一样的，对吧？那至于说税务局到时候如果说他会不会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话呢，你再跟税务局去 argue， 你说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给别人不给，就给我家里的自己的人给，所以这个呢，我认为是可以 argue 的啊。这是第一个，对于地产经纪来说呢，是可以抵税的。OK， 好，那我们看看，接着看下面说，对于客人来说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对客人来说呢，这个房子的啊 property 的成本要相应的减少。OK， 而且呢，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房子买的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客人的主要住宅，那就没有任何税务上的后果，因为主要住宅本来就不上税的，对不对？下面最后还说了，他说呢，这个地产经纪不需要给买家出具 tax receipt， 也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出具 T4A， 因为呢没有要求需要来申报。 OK， 这个地方写得非常清楚哈。还最后的落款是，这个人出这个 ruling 的人，他是叫 Doug Watson， 他是你看到没有 Income Tax Rulings Directorate， 是这个部门的人出的一个 ruling。 所以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呢，税务局的 position 是这个样子的。 OK，大家以后遇到这个事情呢，心里会比较明白一点，不要东说西说，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OK， 下面问题我们谈一下，如果你有雇人帮你干活，你到底是应该出 T4 还是 T4A？ 这个呢，要参考下面的一些因素来综合考评，看双方当初的意图是什么。还有要综合考评整体的工作关系哈。简单一点说，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助手，你要他帮你干活，做 marketing 也好，这个做 paperwork 也好，好，那如果你有一个团队，你的团队成员呢，有时候会帮你带客去看房子，那你跟他说呢，如果这个客人买了房子，我给你 30% 的佣金，如果这客人没有买呢，那我一分钱也不给你，这个费用呢都是你自己承担的，用你自己的车。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是跟你风险跟收益共担的，那他应该就是一个 on T4A 的一个角色，就是叫做 subcontract。 那为什么我们要谈 T4 跟 T4A 的区别呢？
因为很多的雇主为了避免给雇员交 CBPEI， 他就把本来是应该 on T4A 的雇员把他当成是 subcontract 给他发 T4A。 如果税务局一旦发现的话呢，他会要求你去把这个 T4A 改成 T4， 要求你补交 CPP 和 EI。 所以大家呢最好是在事先呢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不要给自己今后带来一些麻烦。好，我们下面谈一下税务局怎么查税哈，对，尤其是针对地产经纪啊。第一个，不管是给的 refer 费也好，还是给的你的助手的这个工资也好，还是 marketing 费也好，还是 rebate 也好，都需要用支票走账，不能够是跟税务局说我是给的现金，税务局现金一概不认。Okay， 现金一概不认。Okay， 还有给客户的 rebate， 我强烈建议你给客人第一要写支票，第二写支票以后把这个支票复印一份让客人签字，而且你在支票上面最好这样写上这么一段话，说根据我们的约定，那你收到了，就是说根据我们当初的约定，客人这么写，根据我们当初的约定，我收到了这个比如说10000块钱的 rebate， 让客人签字。因为我有地产经纪的客人有被税务局查过税，那客人呢，地产经纪呢就把他这个支票，他是用支票走账的，把这个支票的复印件呢就第一次就寄给税务局去了。OK，税务局收到这个支票复印件以后呢，不认可这个 rebate。税务局有两个 point， 他说第一，你的支票的复印件本身不能够证明这个支票被人家 cash 掉了；第二，你这个支票给他的钱有可能是你自己自觉自愿给他的，我根本就不能够看出来是你当初就跟他有一个 agreement， 说你答应只要他找你买了房子，你就。但根据你的承诺，你们的 agreement 你要给他的。所以呢，我的客户第二次呢就跑到银行去把所有的支票的背面盖的章谁下账了，找银行把背面复印出来了。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找客人去签字，因为有的客人都不在加拿大。那他呢就把这个支票复印好以后呢，在所有的支票的复印件上面呢，都写上了客人的联系方式、电话或者 email， 客人的名字。然后呢，跟税务局，我们又跟税务局写了信，跟税务局说明说，根据当初客人在带客人看房子之前，我跟客人的约定就是说好的，一旦他找我买了房，我就给他这么多的 rebate。那如果你有任何疑义呢，你可以跟客人联系，去跟他 verify 我提供这个 information。 那税务局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就没有再来找我客人的麻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呢，我会建议你，就是在你把支票给客人的时候，最好要客人当时就签字，因为也许隔了2年以后，税务局查你税的时候，客人生怕自己交税，他也许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事儿，不跟你签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好是事先准备好啊，这是客户的rebate怎么查。家庭办公室呢，我们客人也被税务局查过，他是3年以后，大概是2019年查的，2016年的，因为我们正常的查税窗口就是3年。那税务局来了一封信呢，说呢 ，OK。你现在 claim 的15%的家庭办公室这个面积占你们家的总面积，那现在首先第一，你把你们家的平面图给我画一个出来，你给我标出来到底哪一块是专门用来见客户的，他用的词是 exclusively， 专门用来见客户的。Okay， 好，然后呢，你把你2016年在这里见过所有的客人提供一个 list 给我，告诉我是这个客人是叫什么名字，
是为什么在你家里见他，是哪一天见的，他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OK， 那所以说你在备查家庭办公室的时候，这两个是一定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所有的水电气地税的 bill 全部都要复印出来提供给税务局。所以说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你说我的家里的家庭办公室就是一间卧室，用来我打打电话查个房子，然后就是做这种办公的事情的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能够作为家庭办公室地税的。税务局的出版物明文规定，一定要是你经常见客户的地方才能作为家庭办公室地税。好，生意用车，刚才说了，生意用车呢，这个比例一定要合理，如果太高的话呢，税务局有可能不会同意。而且税务局一旦查你，一定要你提供，会要你提供行车里程表，一定会要你提供行车里程表的。OK， 用于个人消费的费用是不可以抵税的。还有，不光是个人消费，你也不能够把你的朋友在餐馆吃饭的钱，拿他的信用卡刷的吃饭的钱来拿到你名下抵税。这个税务局只要不是你的信用卡，税务局都是不允许的。甚至是你跟你太太联名的信用卡，税务局都不会同意。 OK， 好，最后呢我讲一个房产投资怎么备查。好，这个房产投资呢不是属于一定属于今天讲座的内容，但是因为地产经纪投资房产的人也非常多啊，我也因为有客人呢因为转让康斗没有申报而被税务局查。税务局为客人去年突然收到税务局的一封信，他说请你帮我提供过去的六年你名下曾经持有过的所有的楼花或者说是房子的信息。 OK， 然后呢税务局给了一张非常非常明细的一张表，他说你把你下面的你名下的 property 1,2,3,4,5,6 全部列下来哈，如果这三页纸不够呢，你自己接着复印列下来。他要你提供每一个房子的地址是谁所有，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价格买的，你现在还拥有这个房子吗，如果你卖掉了什么时候卖的，卖价是多少，这个房子是个什么东西，是 condo 还是 assignment。 OK， 那你为什么原因买这个房子？ OK， 你是住在这个房子中间吗？他要你提供驾照，如果是你说你是住的话，什么时候搬进去的？ OK， 然后再就是什么时候搬出来的，你这个房子当初申请了多少的房屋贷款，你的这个房屋买房子的首付是从哪里来的？ OK， 那你为了什么原因把这个房子卖掉？我现在把这个表读给大家听，就这所有的内容都是需要的。 OK， 那么这其中呢，其实对我们很多新移民来说，这个问题威胁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你这个房子买房的首付是哪里来的。 OK， 如果你有隐瞒自己过去的这些年度隐瞒收入没有报，也就是说你有大量的现金收入，比如说开餐馆的，开便利店的，或者是你有隐瞒国内的海外资产没有报，然后你又转了大量的钱来买房子的话，那你怎么来说明你这个房子的首付是哪里来的？如果说不清楚被税务局抓住的话，有可能会牵连你被稽核你的现金交易和被稽核你的海外资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跟你们的客人说，在你转让楼花的时候卖房
如果你报 100% 甚至 90%， 有可能税务局会查你查的更严，本来不查你的可能会来查你，所以不要太过分。再就是费用要和收入相匹配，要与同行业其他人一致，因为税务局它有自动的电脑的那个扫描系统，如果说地产经纪他们的吃饭的费用譬如说都是销售额的，举个例子说啊，1%的话，那你吃了10%，那税务局可能就会来查你。所以呢，你这个一定要合理，要做到 reasonable 合理啊。再就是要报税的表格上要明确列明各项费用，避免使用其他费用这种词，因为税务局一看到其他费用，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进一步的来信，要你提供其他费用的明细是什么。还有亏损年份不能够太多，因为你做生意的时候前一两年两三年亏 OK， 如果你年年亏，亏个10年8年，那税务局要问你，你既然年年亏损，你为什么还要做呢？特别是当你有一个全职工作而且收入挺高的情况下，你做地产的经纪的亏损是能够给你的其他打工收入相抵扣的，那税务局如果你亏的年份太多，税务局有可能不允许你把做地产经纪的亏损去抵税，因为他会认为你做地产经纪只是一个幌子，你并不是想做地产经纪，你只是想来给自己 write off 一些费用来抵税。这就是如果说你申报 HST 的时候，你要从税务局拿回 HST 的话，你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充分，因为你要朝税务局找税务局拿钱，税务局查你的概率就更高，就更高，你一定要经得起查。好，这个第一部分讲座的内容呢，就大概这么多哈。然后下面呢，我来讲第二部分的内容。OK。这个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讲地产经纪成立公司有什么好处啊？好，我这个呢，因为今天呢，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今天这个呢，其实只是有限公司的税务规划中间的很小的一部分，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好，那为什么会谈到地产经纪成立公司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安省。就是地产经纪经过10年啊，一个 decade 10年的努力，终于呢现在呢是安省呢这边呢把这个应该是地产法修改了，可以允许地产经纪成立公司了。我知道在别的省份地产经纪一直都是可以成立公司的，就是安省一直都不让成立公司哈，这个对挣钱很多的地产经纪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现在呢这个法律好像已经改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过程，所以最终地产经纪可以成立公司应该是明年的事情。应该是明年的事哈，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啊，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也希望我们地产经纪能够少交税哈，有更多税务规划空间。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来说地产经纪成立公司有什么好处。好，举个例子说 Albert 对，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地产经纪，他2019年呢净佣金收入有50万加币，就是刨掉所有的费用以后，他名下还有50万加币的净佣金收入。好，如果他不能成立公司，这个50万加币全部放在他个人名下上税的话，我带到税表里面你去一算，那他需要交23万的税款，他最后落到他口袋里面只有27万。这27万呢，他自己譬如说这一年花掉了10万块钱，那最后呢他只能够存下17万块钱放在自己口袋里用来投资，譬如说这17万他可以买股票、买基金、买保险、买房子都可以。他就有17万的是可投资的资产，就是放在个人名下。好，如果可以成立公司的话，他可以把佣金放在公司里面，是什么情况呢？那因为他自己
是要消费的，他自己要消费的钱必须发到个人名下上税以后，交了个人税以后的钱，他是才能够自由消费的。所以呢，他给自己呢发了15万加币的工资，这个15万加币他要交的个人税呢是46000加币。那呢，他剩下的104000呢加币呢是可以用于个人消费的，就跟上面差不多的，自己可以消费的钱是10万块钱。发了15万的工资，公司里面还剩下35万，这个35万呢只需要交12.5%的税，也就是说他只需要交44000加币的税就行了。那还余下36000都可以放在公司里面做任何投资。这个公司里的钱是不能够用于个人消费的，但是你做任何投资放在公司里面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产经纪通过成立公司，他2019年挣的同样的钱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用来投资的钱就多了13万多，本来只有17万，现在到了36000，多了13万多。所以公司可以帮他，就是有效的少交税，在公司里面少交税，所以这是成立公司最大的好处。好，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说的公司，它到底是公司税是怎么来计算的？个人税是怎么计算？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可以少交税？哈，我们所有的地产经纪，当你去注册公司，准备把佣金放到公司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注册的公司是一类特殊的公司，叫做 CCPC（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这个 CCPC 呢，它首先是加拿大注册的公司，而且它是一个私有公司，没有非居民或者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那我想我们的地产经纪肯定是收佣金的公司，可能往往就是自己一个人注册一个公司了，CCPC 了。好，那有的人说，哎，我太太没有工作，我能不能够把我太太也加成公司的股东，成立一个公司呢？2017年税改以后，那我们现在的新的规定是，如果你的太太她为公司的业务做了贡献，她至少每周工作全职20个小时以上，我们就20个小时以上算全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做你的公司的股东，你给她分红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她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没有做足够的贡献，而他作为股东从公司里面拿分红的话呢，税务局说，在他拿到这个分红的时候，他当年要按照最高边际个人边际税率53.53%来上税。所以你太太她根本不会帮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没有必要把她加成你公司的股东。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太太做的事情不够20个小时，但是她也帮我做了一些事。那这呢，虽然不是股东，你也可以跟她发一个合理的工资，比如说一年给她发个2、3万块钱，1、2万块钱，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哈。好，那这个 CCPC 有什么税务优惠呢？最主要的对咱们地产经纪相关的一个优惠就是，当你在 CCPC 里面进行积极的生意，当你的收入小于净收入啊，简单点说，净收入小于50万加币的时候，你有一个小生意的优惠税率只有12.5%，大于50万那部分是26.5%。好，第二个税务优惠呢，每个纳税人有88万 CCPC 股份转让的资本增值免税额，这个呢，我们地产经纪一般都拿不到这个东西哈，我就不讲这个了。好，我们来看 CCPC 的收入。公司收入怎么纳税的哈？当你在公司进行积极的生意的收入，积极的生意的时候，你的应纳税收入2019年哈，小于50万的部分，咱们看看安省的税率是12.5%，大于50万的部分是26.5%。如果在 CCPC 里面进行被动投资，那在收入发生的当年，税率是57%。
OK， 那什么是积极的，也就是主动的，什么是被动的？用劳动力挣钱就是主动的，用钱挣钱就是被动的。那举个例子，你们地产经纪拿的佣金收入就是主动的。那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是出租，坐在那里收租金，这个就属于被动的。OK， 这个清楚了啊。好， CCPC 有三种税率，刚才讲了哈， 12.5、26.5 和 50.17。 我们看看过去20年这公司税率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哈。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税从在过去的20年一直在往下降，也就是政府一直在降税哈。被动的降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主动的降的很多。就是说政府是鼓励在公司里面做生意的啊。好，公司里面交的税，交了 12.5、26.5 以后，交了这公司税的钱，分红，通过分红的方式分到个人名下，在个人名下还要交分红的税。我们看看这个分红的税怎么上的哈。交了较低公司税的钱，在个人名下分红，按照紫色这一栏上税。交了较高公司税 26.5 的，按照橙色这一栏上税。在个人名下分红，从加拿大公司拿到的分红税率也有两档。那如果你在个人名下工资收入收到的，或者是房屋出租的收入，那就按照红色这一栏上税。这个呢是100%要上税，税率最高的这一档。绿色的呢是资本增值的收入，那就因为有一半不用上税，另外一半呢就是按绿色，就是另外一半要上税，所以呢这个绿色呢它的税率是红色的这个一半啊，大家可以看到。好，那过去20年呢个人税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尤其是最近10年个人税，个人最高边际税率一直在提高啊。以前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以前我们的最高个人边际税率不到 50%， 然后呢这个16年以后呢个人最高边际税率呢超过了 50% 啊，超过了吧，现在是 53.53 啊。所以个人税呢是一路最高税档一路在走高啊。那我们把公司税跟个人税放在一起一看，大家就会看到公司税跟个人税的这个差额呢是放大的，就像现在是一个喇叭口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高收入的群体，他如果把收入放在个人名下，他要交的税越来越高，而放到公司名下，他要交的税是越来越低，因为这个缺口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呢，就给了我们的高收入人群更多的动力要把收入放在公司里面，而不是放到个人名下去。OK， 我们加拿大税务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叫做税务上的一致性啊。他说，同一笔收入，我们希望你不管是在个人名下挣得，还是在公司里面挣得，先上公司税，再交个人税，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实现的你交的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放到你口袋里的钱最终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呢我们叫做税务上的一致性啊。具体来说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举个例子说，你是安省的居民， OK， 那你呢在个人名下有收入，你呢也可以把这个收入呢放到 CCPC， 刚才说的 CCPC 里面去。而且我现在这个例子呢，这个安省的居民这个股东他已经处于个人边际税率最高这一档了， OK。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在个人名下每赚一分钱，每赚一块钱哈，他有 53.53 都要上税了，对不对？那如果他把这个钱啊，这个一块钱放到 CCPC 里面去赚，如果这个钱是低于50万的积极生育里面的这个收入，他只要上交 12.5 的税，
如果是大于50万的呢，他只要交26.5的税。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53.53跟12.5、26.5差的很多哈。那如果他进行的是被动投资的收入呢，他要交的是50.17的税。如果他在公司里面取得的资本增值，他当时有一半不交税，另外一半呢是交25.09的税。OK，那我们在公司里面来做生意，来做生意或者投资也好，交了公司税以后，当年马上就分红分到个人名下，再上税的话呢，那交了12.5的公司税的钱，分红分到个人名下，还要交47.39的税。交了26.5的呢，分到个人名下还要交39.34，交了50.17的被动投资的税的钱，在分红分到个人名下去的时候呢，有30.67会退到公司里面，所以在公司这个层面呢，最终交的税是19.5。OK，交了19.5的公司税的钱，在分红分到个人名下还要交47.39的税。那呢，最终呢，在个人名下，如果是被动投资收入，当年就分红分给个人，他要交的税是57.65。交了26.5的公司税呢，最终要交的税是55.41。交了12.5的公司税呢，最终要交的53.97。所以大家看这四个红色的数字，它最终的税率呢都是57%。税务局其实希望实现的是这四个数字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这些计算的公式不是特别好去控制，所以呢，看起来呢，就是在公司里面做被动投资呢，交的税要比别的呢要高一点，要高一些啊。所以呢，这个个人税跟公司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来实现税务上的一致性的这个 integration。OK，好，前面我讲了刚才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哈，他50万在个人名下要交23万的税，在公司名下呢，在23万税，然后花掉钱以后，在个人名下可以投资的只有17万，而在公司里面可以投资的资产是30万。OK，好，那钱在公司里面投资，什么时候拿出来更合适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同样的一笔钱，你交了公司税以后啊，当年就分红拿出来，其实他要交的税跟你直接放在个人名下是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OK，那成立公司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再看这张表啊，这张表的上面这一部分跟前面那个表都是一样的。OK，也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说哈？这个地产经纪哈，如果说他的收入已经是高于22万了，他在22万以上每赚1块钱，在个人名下要交53.53的税，但是如果他在22万以上，在公司里面再赚1块钱的佣金，只要不超过50万，他只要交12.5的公司税。那交了12.5的公司税以后呢，这个钱就留在公司里面去投资了。我给自己名下发的工资的钱，就是我当年要消费的钱，我只发那么多工资就够了。如果我不需要消费更多的话，那我会把这些钱都留在公司里面，少交税，只交12.5的公司税。我放在你公司里面投资，可以买各种投资产品，只要我个人名下有钱花，我就分红，我就给自己发那么多工资就够了。所以呢，长年累月，我公司里面可能会积攒很多的投资在公司里面去。OK，那什么时候再把公司里的钱分到个人名下来呢？等到你有一天退休了，不做地产经纪了，这个时候你只有靠投资收入来生活了。那你的个人收入，咱们举例说，你降到了5万加币的时候，再给自己分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交47.39的税了，你的税率分红这一档已经降到了19.94，所以你再拿钱出来，只要交19.94的税，那你最终的总税率呢，就只有29.95了。
所以你看29.95跟53.97来相比，你成功的把这个税，把这个应纳税的这个百分比成功的降低了26%。OK，降低了26%。那如果你是交过26.5的公司税的同样的情况，本来你综合税率当年分红是55.41，现在你等到退休以后再分红，你可以降到31.2。那被动投资也是一样的，从57.65降到35.55，资本增值呢从28.82降到17.78，所以比较这个绿色的框，就是你现在马上分红，当你收入高的时候马上分红要交的总税率，跟你退休以后，当你收入降下来以后再交税，而交的整个的这个总税率相比是要低很多的。所以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把收入放到公司里面去？对于收入高的人，你当年根本就用不着把那么多的收入都放到个人名下去交很高的税，你只需要在个人名下做足够的你的生活开销的那个费用，那个收入，上了个人税以后自己够花就行了。那余下的钱放到公司里面，只需要交12.5或者26.5的公司税。等到你今后退休以后，收入降低以后，你再慢慢的把钱在个人名下拿到个人名下去花，再在个人名下去上税。所以有限公司它能够起到一个很有效的减税、延税的这么一个作用。对，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地产经纪一定明年一定要成立有限公司啊。好，那当你自己有了公司以后，你到底应该给自己每年发多少工资呢？或者是给自己分多少红呢？发工资分红都是可以的哈。那我看到这里有两种情况哈。我们的建议是，你最好是估摸一下你们家里有多少开销，然后呢，每年的收入月平均呢，你交的税越少。看我们两种情况，第一个呢，第一种情况下呢，他每年给自己发15万的工资，每年这5年都是每年15万，那5年下来一共从公司里面拿了75万，他交的整个的税呢是一共交了22.8万。OK，那第二种情况呢，他为了少交税，第一年到第四年呢，每年给自己只发75000的工资，结果到第五年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要换一个大房子，自己名下没钱付首付，怎么办呢？他一次性从公司里面拿了45万出来。第二种情况，同样从公司里面拿了75万，那他要交的税呢就是26.3万。OK，所以呢，第一种情况比第二种情况节省了35000块钱的税款。所以这个表格想说明的是，就是你要平滑你的收入，让你每年的收入呢越平均呢，那你整个交的税更少，因为我们是累进税制，越往高的部分呢，边际税率越高，对吧？所以你要自己要筹划好平滑你的收入。那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家庭里面家庭收入分摊的作用。OK，这个张家跟王家，他们家庭收入都是15万。张家呢，先生挣12万，太太生挣3万。王家先生跟太太每个人都是挣7万5。在这两种情况下，因为张家的收入两个人差别太大，张先生的收入高的一部分，他的边际税率太高，所以呢，一年下来张家比王家要交的税多了6000块钱。所以这个例子呢，说明的是，在一个家庭收中，在一个家庭中间，夫妻两个人，当你们的收入越平均的时候，你们在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你们要交的税是要少很多的。所以家庭收入分摊也是一个税务规划的方法。只不过2017年税改以后呢，这个新的规定呢，杜绝了很多家庭收入分摊的方法。就刚才我讲过的，如果说你们家这个生意有一个人根本就不做贡献的话，那你给他分红要按照最高边际税率上税。
所以的话呢，现在不能通过分红的方式来实行家庭的分摊，只能说你太太根据她帮你干的活给她发一个合理的工资来给你进行收入的分摊。 OK， 好，下面我们讲了这么多，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当你有公司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来调节你的个人家庭跟公司收入到底每一个实体做多少的时候，怎么来平衡这三者之间的收入。那我们要考虑的因素有这么一些哈，第一个是公司税是比较低的，对吧？ 12.5%。 那个人的实际税率呢，当高的那一部分呢是很高的，是很高的。 OK， 所以呢，这个当你要考虑从公司里面给个人发工资的时候，发分红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如果是不需要的钱呢，你可以尽量留在公司里面，这样交的税比较好，你可以用比较少，你可以用来投资的资产更多，对吧？再就是你要考虑夫妻两个人名下已有的收入，刚才讲了夫妻两个人月平均你们家要交的整体的税是最少的。 OK， 举个例子， 你太太已经一年有7万块钱的收入了，那你呢也给自己发一个譬如说6万块钱的工资，你应该给自己发一个8万块钱的工资可能，然后你可以给你太太再发一个1万块钱的工资，那你们两个人每个人8万块钱，这样的呢纳税呢交税呢是更加少的。当然你说我太太有一年7万块钱的工资，她的工资扣掉费用以后已经都够我们家用的了，那我就从公司里面不拿钱，或者只拿1万块钱的免税额，这样行不行？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要买房子的时候，要换房子的时候，或者你的小孩考上了藤校，要去上藤校的时候，每年学费都是10几万加币，在这个时候，那你因为平时没有从你的公司里面拿钱，你个人名下很少有现金，这样公司的钱又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你要一次性从公司里拿出10几万，那要上的税就更多了，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平滑收入那个例子哈。所以呢，你要逐步的，尽可能的，在税率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还是要从公司里面呢，要拿一部分钱出来哈。再就是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比如说你小孩如果说他给你帮忙干活，你也可以给他发一点收入，对吧？当然这个都需要合理。然后还有你当前你家庭的开支水平，你们夫妻两个人的收入交了税以后，一定要能够 cover 你们家自己的开支，你不要说为了不想交税，你公司里的钱都放在公司里面，不发到个人名下来，你呢平时家里都在用积蓄，这个方法是绝对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还有你要预测你今后可能需要进行的大宗的消费，你刚才说了你要换房，或者你要给小孩买房自己住，小孩上藤校，这些都必须是在你交过个人税以后的钱你才能用于个人消费，所以你要逐步的从公司里面把这些钱取到个人名下来上税。再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你要考虑公司目前和今后的盈利水平。好，如果公司今年赚的挺多，譬如说今年赚了30万，但是你觉得这个30万是不持久的，明年也许我就没有什么收入了，明年后年，那你今年当然不用说这30万其中有给每个人就是分红都分个10来万啊，发工资都发个10来万，在公司里面只留下譬如说几万块钱，那你这样的话你一年拿出来你上的税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又没有别的收入的话，那你给你们两个人发工资，每个人可能就发个3、4万块钱就够了，然后明年你本来就没有收入了，再给自己发，每个人发3、4万块钱，后年再给自己发3、4万块钱，就慢慢的把公司里的钱拿出来，会保持在50万甚至是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你今年你给自己给你太太每个人至少要做15万的收入。 OK， 当然如果你太太根本没有帮你干活，你可能不敢给她做那么多的收入，怕税务找麻烦，那给你太太比如说哎，给
给他做一个四五万的收入，四到五万，给你自己做个十五万的收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更多的钱从公司里面拿出来，因为你明年还有赚的，后年还有赚的，而且当你的收入水平高了以后，你也相应的希望你的消费水平会更高，对吧？譬如说你一年能够赚50万，那你肯定会想啊，我一年至少要去欧洲旅游一趟。OK， 那我可能呢会有更多的开销啊，去买一些什么，譬如说奢侈品啊，或者是名表呀这种东西，买更好的车呀，因为买车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买到公司里的哈。譬如说你给太太买一部更好的车呀，那这一些消费，个人的消费，你都必须把钱从公司取到个人名下以后，上了个人税以后，才能够在个人名下进行。所以，当你们的收入水准高的时，就是收入比较高的时候，你是没有必要为了少交税而使劲的把钱留在公司里面，个人名下不发什么收入，勒紧裤带过日子，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OK， 所以公司目前和今后的盈利水平，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你到底跟个人名下要做多少收入。所以呢，你要把这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然后最后来确定一个你认为是最合理的一个收入，放在个人名下，放在你太太名下或者你孩子名下来上税。OK， 好，最后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地产经纪成立公司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成立公司，什么情况下用不着成立公司啊？案例一 ，Tom 每年净佣金收入6万，净佣金收入就减掉所有费用啊，除掉你自己的这个工资啊、分红以外的啊，就减掉别的一些营运费用的哈。Tom 每年净佣金收入6万，太太年薪7万。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6万一个7万的收入，没有其他投资收入，对吧？也没有投资房，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每年都是这么一个收入的话，汤姆呢是没有必要去成立一个公司的，因为6万块钱他就在个人名下交交税，也就差不多就支付家里的自己的开支了，他没有多余的钱，没有太多多余的钱可以拿来投资，所以呢像他这种情况就暂时是没有必要成立公司的。第二个案例 ，George 每年净租金收入6万，太太年薪6万，但是 George 的名下呢有2套投资房，每年有净租金收入4万。好 ，George 跟汤姆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多了4万块钱的租金收入，那把4万的租金收入加上他6万的净佣金收入加在一起，他就有10万块钱了。那10万块钱呢，他如果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个人消费那么多钱，那他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因为他的投资房已经在个人名下了，就不需要转到公司里面去了，所以4万的租金收入现在个人名下上税，然后呢个人的那个佣金收入6万块钱呢可以成立一个公司放到公司里面去，每年给自己呢譬如说发个2-3万的工资，把自己的收入也做到6-7万块钱，剩下的这个2-3万块钱呢可以放到公司里面，只上12.5%的公司税，这样呢可以少交税，放到公司里面投资。OK， 第三个案例呢是 Henry 每年净租金收入30万，太太没有工作。OK， 好，在这种情况下，太太没有工作，他一年有30万的收入，他可以让太太帮他来做一些事情，打杂的事情，他给他太太呢可以呢发每年发一点工资。可以发点工资，他给他太太每年譬如说发个2-3万、3-4万的工资，但这个呢都要最好有一些保留一些证据证明太太帮他干了哪些活。 OK， 那他自己呢一年因为有30万哈，给太太一点钱以后，他自己一年我觉得最少要做个10几万的收入在个人名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足够的钱从公司里面拿出来满足他们家里自己的日常的开销，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OK， 案例四，Mark 每年净租金收入50万，太太呢年薪14万，除此以外两个人还联名持有的房产里面还有净租金收入有5万块钱。 OK， 那么这个净租金收入5万，每个人25000块钱的，对不对？好，这个 Mark 这个 case 呢，他不光
自己应该成立一个公司，把佣金收入放到公司里面来，而且他还应该跟他太太两个人成立一个公司，把他们两个人这个投资房都放到公司里面去，而且今后买的投资房，我建议他还是也要接着放到公司里面去。OK，所以呢，他建议他呢最好是能够成立两个公司，一个放他的佣金。虽然在收入的发生的当年，这公司里面收了50.17%的税，但是其中有30.67%是要退回来的。等到他们今后分红的时候，他会退到公司里面去的。所以呢，通过把投资房放到公司里面去呢，他们是可以最终是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税呢，是等他们退休以后，税是会可能会降下来，可以降下来的。OK。所以，案例四的时候呢，案例四的里面，他们应该成立两家公司。我们主要做两块服务，目前是税务、财务规划，还有呢，我们也做保险策划哈。我们税务呢，我们希望的不是一个仅仅的单独的简单的报税，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税务上的一个规划。那保险呢，我们做的最多的是分红保险，因为我的客户比较多的是高薪白领、小公司的股东和投资移民，那我们的分红保险客户呢，是我们的 VIP 客户，他们可以享受我们终身免费的税务咨询的这个服务哈。我的办公室在 Woodbine 跟 Steeles，在那个就是那个帝国地产隔壁那栋楼啊，3100号 Steeles Avenue East。这是我们的团队哈，我们有几个助手，然后呢，下面是我的微信 ID，如果大家没有我的微信的，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有很多不同的讲座，我的讲座都会在我的朋友圈来公布我的讲座的信息，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加我的微信来向我咨询。那一般呢，我是对地产经济呢，都是比较就是比较优惠的。地产经济一般来找我问题呢，我一般呢都是会免咨询费来回答的，因为我的很多客人都是地产经纪推荐的，所以呢，我给地产经纪这样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待遇哈。主持人说好像还是有些问题，大家可以提，我可以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好像是这样的。我现在因为我看不到大家的问题。
好好，可以，好，好，刚才一个问题说去健身房的费用，这个是不能够作为费用来抵税的，不行。能够作为费用抵税的，一定是与生意相关的费用。OK，你为了赚得你这个生意收入而发生的费用，OK，那你不能够太牵强，你不能说啊，我去健身房，我为了体格更强健，我可以这个工作更努力，这个是非常牵强的事情，必须要是直接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要买职业装，为了见客户，这个职业装的费用都是不能够抵税的。OK，下面这个第二个问题，他说啊，另外买车在个人名下60%公司用，买车论费用能算公司的费用吗？因为我今天不是主要讲公司税，所以我没有讲这个哈。那个人名下买的车可以找公司报销费用，OK，是根据里程数来报销。譬如说，你个人为公司今年跑了1万公里。那5000公里以下呢，是应该是5毛8，2019年，5000公里以上的部分应该是5毛2，就按照这个比例来找公司报销，个人不用算成收入，可以当成公司的支出，所以也是可以的。OK，这个哈拉在问，全佣金 deal 费 T4A 的金额，这个 deal 费可以作为费用吗？我现在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全佣金 deal 费 T4A 的金额，这种叫 deal 费。礼品大概有收入的10%，在行业中合理吗？礼品用于开展业务，我一般呢，这个礼品我会建议你把它加到广告和 promotion 里面去，ad and promotion 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啊，就相当于是广告的费用，这样税务局查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说可能会要低一点。至于说10%是不是在行业中是不是合理，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不是合理，我没有办法来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是税务局的，我也没有看到说礼品的费用是多少。那在我看来，你如果说，rebate 给的很低的话，你礼品费用相对来说会高一点。你不能说我 rebate 本身给的就很高，我还给一堆的礼品，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说你还是要综合来看啊。没有广告费用，如果你没有广告费用，那你就把它放到广告费用里面去，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家用办公室确实除了见客户以外的工作都做，OK。我会建议呢，家庭办公室呢，你是先申报的，因为自雇的人士一般都申报家庭办公室，但是你最好能够记一下来你家里的客户都有哪些人，联系方式是什么，为什么是来的，这样不会几年以后税务局查你的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措手不及啊。好，下面一个哈，看看有什么。再看它下一个哈。为了 open house 买的化妆品，职业装不能够抵税，这是不可以的。刚才已经讲过的哈。deal 费是在 T4A 的金额之前扣掉的。这个 T4A 是在 OK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有的公司会收 deal 费，对不对？那 deal 费如果在 T4A 的金额之前就扣掉了，在你的税表里面不能够再作为费用抵税了，因为在你报的 T4A 的收入里面就没有包括这个，就没有包括这个 deal 费，所以你就不能够再抵了，你都没有算收入。好，如果说这个 T4A 给的你的
你的这个 brokerage 给了你 T4A 的数字，就是你所有的佣金的话，然后呢他再额外扣 deal 费的话，这个时候这个 deal 费就可以作为你的费用来抵税。OK， 这个 Daniel 他接着再问哈，那个车费，如果说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车，员工用自己的车为了公司的业务来跑业务，按照里程数来补贴的话，那汽油费所有的费用都由个人出，不能够再找公司报销了。OK， 这个 Yuna 王他说，我是新经济，去年注册的。19年年底成交一单，但是在今年年初才收到佣金，个人收入还有 HST 是今年交还是明年交？ OK， 我们佣金是可以以收到的时候为准的，所以呢你在报19年的税的时候，你只有费用没有收入，而且你的 HST 去年因为没有收入只有费用，你要从税务局拿回 HST 来，那你在20年的时候你才需要把你这一单的收入报进去。这个 Carrie 问的，礼品购物卡可以用作抵税的吗？礼品购物卡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曾经遇到过被税务局查税的哈，他报了很多礼品卡在他的税单上面自雇的，那税务局后来查他的税的时候有来问他，要他列一个表来告诉税务局每一张卡是送给谁了，为什么送的，这个人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所以说你在送礼物礼品卡给客人的时候，你都要把这些东西先记好，以免税务局查税的时候你都不记得了。好的，下面好像没有问题了对吧？如果有问题可以反正在微信上面跟我再联系哈。好像没有问题了哈。OK，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讲座，我就把它关掉了啊。好，大家好啊，这个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见面了。